是怎么做到的？对啊，想知道怎么做的？你们想知道心跳一百二是碰到对方的牙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他怎么知道的？啊呀，外面几个人搞笑，每个人龇牙咧嘴的。好了吧。说掉在地上的东西吃不得，那就再来一次，手里还有，不是这儿，那边还有，再一次，来吧，啊，好长啊，王一，已经开始头晕了，晕了，真的，一起吃吧，一起吃。别说我虚。OK,